原标题：清朝的官员为什么都看重顶戴花翎？清朝的官帽在顶珠下有翎环，是为白玉或翡翠，用以安插翎枝。清翎之分蓝翎和花翎两种，蓝翎为何羽所作，花翎为孔雀羽所作。花翎在清朝是一种变等位招品质的标志，非一般官员所能代用，其作用是昭明等级，赏赐军功。清代各帝都三翎五身，既不能僭越本分忘戴，又不能随意不戴，如有违反则严刑参处。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人品级穿朝服，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。花翎又分一眼、二眼、三眼，三眼最尊贵。所谓眼，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，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。蓝翎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，又称为染蓝翎，以染成蓝色的禾鸟羽毛所作，无眼，赐予六品以下，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想戴，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。禾鸟生性好勇斗狠，至死不却，武士冠上插禾翎，能够显示武士的英勇，倒也贴切。在清朝初期，皇室成员中，爵位低于亲王、郡王、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及皇后所生公主的驸马，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。清朝宗室和藩部中，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、和硕额驸及妃嫔所生公主的驸马，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。五品以上的内大臣、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、参领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，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。由此可知，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官饰，而即使在宗藩内部，花翎也不得余分滥用。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们，要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旗设两项考试，合格后才能代用。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，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。花翎如此高贵，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及汉军镶黄旗，平台后立祠敬海侯而恳求诏遣此，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，康熙皇帝特旨许之。后乾隆皇帝下明诏，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代用，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代用。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，从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、福康安、何林、长陵、喜恩、李鸿章、徐通七人，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，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。展开全文，清朝爵位中最为显贵的亲王、郡王、贝勒，按清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。但乾隆年间，许多人以兼任内大臣等职务为由起翎，因此之后，亲王、郡王、贝勒开始佩戴三眼花翎。得到花翎的也有特例，如道光皇帝得知擒获在新疆叛乱的张格尔后，即赏报捷因者戴花翎，军机处行走。道光后期，花翎的赏赐范围渐大，各方面对国家有功之人均可赏戴花翎。正因为如此，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。除军功外，非议长劳既不得褒奖花翎，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。道光二十八年，即公元1848年，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曾庆被奏赏花翎，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记保翎之礼。从此诸如皇上山翎奉祀、海运事宜、劝捐、抽离之类，都相率保荐花翎。光绪初年，大宝按叠星，加官加衔，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，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